股票哪里落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公司会赚钱，这是什么观念？这间股票公司会赚钱，什么观念？伊是做空啦，所以是股票在落的时候，伊在做空，伊唔在赚钱，悬的时阵买，啊低的时阵买，安尼股票伊唔在赚钱，所以国民党哩这几年来，就是股票在落的时候，国民党在倒货嘛，啊倒货上，倒货咱只一般的刷话嘛，佮第二人吼、哦，国民党加这个政府基金，政府了钱呢。啊，国民党赚钱咧，即我作怀疑讲，哎，操办了同一个啊，都咩咩换人，两个对换，都同一个人啊，一个咧出货，一个咧接货啊，所以唔得造成讲，哎，为什么政府拢了钱，啊，国民党拢赚钱？你若分析太多，你就敢，伊就敢当作是股市节目 ，NCC 转来抄。侯友宜，你刚才讲量能创新低，对不对？马总统满意度创新高啊！哎，搞不清楚哎，台湾老百姓觉得股市低很好哎，马总统有作为哎，今天一片侯友宜什么云里雾里哈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愁云惨雾啦。我之前看电视哦，哇，股市名嘴骂得很凶哦，说马总统马英九你要不要票啊？侯友宜那个节目完之后，连续五天股市在跌哦，股市名嘴都没有出来讲，节目都不讨论这些问题，两个吊照，全部都没有，跌就让你跌，侯友宜。这个晚报不是之前都在谈宇昌案吗？对，怎么今天突然发现量能衰新低？我觉得没有问题啦，马总统的支持度创新高啦，满意度创新高，台湾人哦根本不在意股市啦，股市跌到4000点，马英九就当选了啦。是，薛老师讲啊，股市名嘴讲这股市跌落吼，得骂马英九，无咧，我讲就刚才这两天听到股市名嘴是连骂蔡英文的，讲惊蔡英文屌出唔敢买。我这块你就讲得出来，我来讲，今嘛就是马政府现在无法度啊，现在都在打这种威胁论，拢用威胁的，说蔡英文安怎，你也瓦派都瓦派。我刚好这才是咱老百姓大概看好清楚。是，这个股市哦，今日是创新低哦，洪毅，哎，五六百亿已经几工啊？520亿的。哎呀，我讲。成交量才500-600亿的，已经几天了，不是一天了，不是说前一天还千几亿，然后像那个500亿，已经多久了？这哦，这咱证监会主委得处理，得病了，得病了，就是这样了。所以未来股市的希望，你对？未来股市的希望，答案给你了，在云里，在雾里，在云里。等一下开口，来先休息。